今日正啊，帶你嚟呢個尋寶，係嘛？好多寶藏。哇！睇下呢個邊度嚟先啦。嚟啦嚟啦！呢度咧就係傳聞中黑膠養父阿拖哥嘅竇笠。嗱，我哋真係要睇睇啦。呢個犀利啦！好，咁重先。好緊張，好似小 fans 咁嚟噶。心跳加速，咦？播緊嘢咯喎！咦？可能聽唔到添喎，縫緊機喎。哎，嗨，哥哥，哇！就喺呢度啦，嚟啦！啊，今日正啦，又嚟到呢度尋寶，咁啊出資咧可以拜訪一下我哋嘅哇黑膠嘅養父啊，哥哥，你好你好，哇出資可以上到嚟。哇！呢度真係簡直係寶藏，即係堆滿曬啦！咁咧，係啦，咁啊啱啱仲學咗好多新嘢添，咁啊唔緊要，即刻咧就要問一問阿波哥啦喎。你呢度都搞咗好多年㗎。呢檔嘢搞咗35年。哇！咦，同我哋太極一樣喎，35周年。八五開始啦，八五開始係啊。你睇下啦，佢都擁有咗。很多珍藏，即係啲太極嗰啲白板碟啊，睇到我口水流埋啊！而家係啦，哇，係啦，原來咧，大家咧，即係如果真要揾翻啲舊嘢啦，呢度最多係咩啊？即係七度話七十年代，樣樣都有啊，樣樣都有，都有啊，七八十年代最多啦，一定啦，全盛時期啊嘛，最多嘢收到係啊。咁你呢度其實35年來啦，係啦，咁你。即係點樣去收藏或者收購啊？點樣揾翻呢啲咁嘅寶藏翻嚟嘅咧？其實咁樣嘅開始嗰陣時咧就好偶然嘅，自己一個樂迷咁啊冇錢買碟啦。講翻70年代嗰陣時，咁啊偶然間喺80年代中啊，即係83、84嗰陣時，我搬過嚟九龍，哇！發現咗阿廟街原來好多啲唱片，啲舊唱片係啲正嘢咧，係我嗰陣時70年代冇錢買嗰啲咧。哇！好多我初初諗住，哇掉曬喺街好似垃圾咁，又好平咁，係咪唔得㗎？咁唔係喎，原來得㗎喎。啊，咁我開始意會到啦，原來香港咧80年代啲人咧就開始抌到70年代啲嘢啦。哇，仲係好嘅都冇問題嘅，都照抌。哇，咁我就梗係補啦。哇，佢話過時啫，我唔過時啊嘛。哇，砰砰聲立咗好多翻嚟，咁重複咗。哎呀，咁點搞咧？咁重複咗。不如在街邊試下開檔賣啊！好偶然間在街邊開檔啊，8、4、8、5嗰陣賣咗雙重啲出去，譬如 Deep Purple 咁啊，小沙龍啊，洗灘男，重複我賣出去，咁啊有啲錢咧就買翻啲自己冇嗰啲，咁啊豐富自己啲藏量啊，以碟養碟咁，咁啊做下做下就好偶然間做咗35年啦，時間過得真係好快，35年好似我而家仲活喺70年代，都冇變過。其實所以就係話音樂咧，真係可以咧將一個人咧係帶翻去。一個自己最開心的時代又好啦，即最享受的空間又好啦。其實咧，我覺得咧，就時間一路睇唔到啊，時間冇形噶嘛。主要你係聽翻嗰種音樂，著翻嗰種衫，食翻嗰種嘢，聞翻嗰啲味道，即係我哋個五官啦嚇，我哋個五官好似開掣咁樣噶，喺個腦裏面開掣噶。你一食翻嗰啲嘢，聞翻嗰啲味，聽翻嗰啲歌，睇翻嗰套戲咧，你就翻返去嗰個年代噶啦，開掣噶，去回帶噶啦。呢、這個真係啊！這個真係我都好身同感受呢樣嘢。這個好，你睇下波哥呢一身打扮，依然仲係70年代嬉皮士嗰種 band 仔嗰種好豪放、好豪邁嗰種感覺。我哋啲係好硬頸嗰啲，唔會變嗰啲啊，做嬉皮士做一世噶啦。Rock and roll 係咁啊！呢個態度就係要堅持啊嘛，就係咁啊嘛。Rock and roll will never die。犀利啊！係啊，咁啊。係啦，呢個其實我都覺得係一個好好嘅點啊，好嘅循環啦，即係將啲舊碟啊攞翻嚟啊，自己又重複咗嘅時候就賣俾啲知音人啊，係啊，其實所以咧，其實聽講呢度咧唔止，我諗應該唔止本地嘅客啦。唔止，我啲客咧世界各地都有啊，因為而家有咗 internet 咧，好方便。咁好多咧，全世界佢哋即係喺外國，佢哋想知道香港邊度有唱片賣，咁佢會撳到出嚟嘅，佢會知道。咁咧，我呢度係啲客係世界性嘅。我諗除咗北極熊企鵝同埋愛斯基摩人未嚟過之外咧，全世界咩人都嚟過。同埋我啦，我都係好後期先知道呢度咁正咁多寶藏啊！即係大家真係係啦，其實可能睇緊呢條片嘅朋友，其實可能一早已經識波哥㗎啦。